这个一军之后呢，他的一个投球表现就回稳了起来。吕彦青杀手，内野的反篮球，游击手江坤宇拦到传向一垒，好球啊！这个守备范围，接下来的打者呢是姚冠伟。哎呦，三振，主审直接拉掉，这一球确实有进到好球带啊。不管是有没有出棒哦，还是如何，最终呢都是三振，两好两坏，回棒落空，最后让王胜伟三振出局。吕彦青最后上来之后关门成功，而且送出了连续的两 K， 最后让富邦悍将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拿下分数，中信兄弟是以2-0来完封了富邦，收下了比赛的胜利啊！终于是在最后三连战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终止了连败，拿到了胜利。那也恭喜中信兄弟哦，今天的投球表现哦，郑浩君、王义凯、吴俊伟、吕彦青哦接替的一个投球呢，四名的投手完封了富邦悍将。那也要给郑浩君拍拍手，今天拿下了9K 的一个表现哦。那整个四位的投手哦，让富邦悍将这边领到了14K， 真的是相当精彩的一个投球。那恭喜中信兄弟呢，最后是以2-0来击败了富邦悍将。